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我今天呢要来开箱一个大的东西，上周收到的，这是我上周收到的，准备来开箱这一箱，还有大的，哇，这垃圾也是有够难处理的啊。超重了，它超大嘞，它盒子也太大了吧！来到我的膝盖，超开心的啦！其实我已经想买这双鞋子很久了，只不过那时候第一个没有抽到。这是 Mischief 的大红靴，超重的。但我真的觉得它很可爱，所以我就买过来了。然后现在好像上周补货嘛，然后补货的时候呢，它那个运费加一加，从美国送来英国的话也要600多美，那我就直接在网络上找买二手的。但买二手的也是，我那时候买应该也是不便宜，但还可以，我觉得蛮酷的。我买的是9号，因为他们说还要多买一号吧，但其实我8号就可以了。那鞋子就里面2号衬子，就挺有趣的。我看看，真的是要买大一号哎，因为这蛮紧的。走起来真的蛮奇妙的，我觉得没有说到说多舒服还是怎样的，但也不会到多不舒服，就普普通通了，就要适应一下。那它这边会磨脚，就会一直踢到。我带大家出去走走。好，我现在脚上穿的就是那个 Mischief 的那个原子小金刚的那个大红靴。我刚穿了一下，然后试走了一下，我觉得吼没有到很舒服，我觉得穿长裤应该会比较好，穿短裤的话它都会磨。看它这个感觉，它磨一下就开始有红红的那种痕迹了。感觉我现在走了还没有到非常自然。它这个都会磨，都会碰到，会自磨。那它已经破皮了，有点夸张。才穿一下子，它真的就是变这样了，而且其实还蛮严重的哦。好的，我现在试着穿它开车看看哦，看它可不可以满足我日常生活的条件呢、啊？其实这样有点挤，这 mini， 我现在已经不能有太多的空间移动了，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双鞋。他们都说我要买垃圾一样，但我觉得虽然就是太可爱了，就很喜欢。好，我现在试试看看，我就在我家这边开一圈。好，现在踩刹车。哦，没什么感觉哦。我觉得他这个开车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哦，你会没有那种踩刹车或踩油门的感觉，有点可怕。
开车真的是有点刺激啊。好，现在来绕我家一圈。然后他这个我没办法直踩刹车，没什么感觉。哦，这感觉上路除非你很熟悉，不然的话我觉得有点危险哦。然后因为我是有那个立脚架，所以的话他就直接坑出去了。是开习惯之后有好一点了、啊。那现在开架之后有好一点，但不过就还是，然后是那个感觉会感觉不太到了，万次都还可以。但我还是不建议穿这个开车，就有点上法脱裤子放屁啊，然后就想赶快把它捞一圈，然后就停好再骑，就不玩了这样。穿长裤之后是好一点的、啊，跟。朋友借就好，就有一个人买，几只买这样子，然后借来借去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不用那个哦，然后现在又遇到最麻烦的拖鞋子哦，拖鞋子真的是，我试试看，如果穿长裤拖的话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啊，哦，要用力推，有一个那个 mega 在。要找那个 Mega， 哎，啊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刚可能穿15分钟到30分钟，我看味有没有味道，嗯，就一个焦味 ，so gravy， 但闻起来还是可以啦，不会说那种假鞋的那种臭，有没有？还行还行，你就拍照用。觉得大家可以把钱省下来，除非你真的跟我一样很喜欢啊。就我真的，穿过之后我还是会入手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然后我又看到那个穿，又觉得挺可爱的，就啊，超重，超大的，然后整个包装超凉给，这是大型垃圾。所以它这双的造价配它这个350的话，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。我就是说看你个人喜不喜欢而已啦。现在鞋子好多这样，靴筒，可能一生会穿个一两次吧，可能就这样的。下一箱可以开箱，这也是上周收到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？哎，这倒不用说，大家知道一个什么？新鞋的味道。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应该不用多说吧？应该看应该蛮多支影片是那个的，因为我是喜欢它这次的颜色吧，可能我觉得比较好搭吧，随便穿都可以很好看这样子。看，这是上周到的两双鞋。Yeah. No, this is not for football. It's just for daily life. Daily shoes. You don't wear that to go to the camp, will you? Sometimes, probably.